蔓越莓的脆皮。完成，你中意哪一只？我比较中意这一只。我就挂一手脆皮，太厚了咬不动。半熟乳酪超级香，奶香奶香的。还想看什么？没有人找我，只要我看到了，我就会给你点赞。热评见哦。奶酪棒。巧克力板砖，蜂蜜百香果，覆盆子。能不能成功一次给我长长脸？热门热门热门。黑钻。奶酪棒，覆盆子，成功！哎呀！手是后配的，香草的梦龙脱膜碎了，三只小猪已经化掉了。Hello， 今天来吃一个冰冻的百香果小熊，第一步先给它脱膜。脆皮小熊做好了，下一个视频我们来尝一尝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来吃麻酱米线，先来一杯低糖零脂的饮料。糖葫芦，芒果的。冰冻的奶酪棒，再来一个覆盆子，看这回能不能拖一个完整的。啊，拖棍儿！哎呀，拖棍儿，飞飞。维生素软糖，我手里拿这瓶是维 C 苹果的。
两口一只。继续，不要停。Hello， 宝子们，今天吃什么呢？今天还是吃百香果。这个百香果是我用蜂蜜加酸奶，然后倒在模具里，给它冻5小时以上。第一步，咱们先给它挂去皮。今天挂3种颜色的去皮。这个是蔓越莓的，这个是海盐柠檬，这个是巧克力的。三色脆皮爱心做好了，我来尝一个。凤梨的小而不凡，这个脆皮不脆，下次挂上脆皮。加工一下，嘎嘣脆。抹茶的梦龙，第一步先脱膜，晾干了，这根翘边了。这是酸奶的。脆皮奶酪，这是巧克力脆皮、柠檬脆皮和蔓越莓脆皮。先吃一个巧克力，早餐搭档藕粉配咱家的这个芝士面包，这个面包特别好吃，上面满满的一层芝士，而且中间还有夹心儿。再来两口藕粉。真香。哈喽哈喽，同款奶酪在购物车里，废话不说，咱们继续吃。接上一个视频啊，刚做好了。